长官，各位高雄的乡亲，大家好。我叫永达长官。我们今天来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总统。总统在竞选期间到我家去，他问我，他当选以后需要帮我们做什么？我说，爸爸总统，你只帮我们做两件事情。第一就是两岸三通，第二就是把我们的石斑鱼、活鱼一般船正常化带到大陆去。今天来可能我再次的声明一下，可能有一些人认为说我们今天在这边讲话的人都铁证不为主，还是说铁敲不为主。我跟你说，我拢总统，我今天来是要感谢，感谢我们的政府，签了这个 ECO 法，如果说像我们石斑鱼没有 ECO 法的话，包括我们的渔业署这几年真的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把我们的活鱼帆船正常化，大陆开放是一个港口，这几年我们受到很多，我们的石斑鱼要送出去要怎么样？台湾的海巡署也要抓，大陆的海关也要抓，我这两年大概是拢错咧当，想不到今年的六月底，我在国外接到一通电话，说总统签了 ECO 法，我们的斯巴尼早收清单，我跳起来，我要送死。因为石斑鱼，坦白讲，我们内销只有占10%，全部是外销，全部是外销，没有生意是不行，还有接了一个话以后，有某位委员，我们不要讲名字了，他在报章杂志里面写，说石斑鱼少数清单30几个无路用，咱讲真嘞，可怜这个委员领导清是不拿清的，30几亿。对郭台铭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张忠谋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对我们整个石斑鱼这几天，我们跟嘉东的一些村长，他要我过去，他听到了我跟总统一个州驻口州去讲说，30几亿照顾杂粮，那个村长讲，不止10万人啊，10几万人。你看，有路用不？有路用。咱讲真啊，即嘛吼，我即嘛持续安尼嘛，鼓励一句话，去年就是莫拉克台风重创我们石斑鱼，即嘛呐 ，ECO 法救了我们石斑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来报告一下，还有一点吼，以后主办单位要办这个座谈会，不要限时间。我们真的很多话要讲，现实间我们不能说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把很多事情政府做的，我们业者受益到的，我们要讲出来，我要跟大家一来摇摆，要我拍死你，好，谢谢各位。